我真的是污了个大鱼，我被网络诈骗了85400，然后对面的骗子的这个银行卡动了没有我不知道，然后动到钱了没有我不知道，报了警立了案，我的所有的银行卡被支付了，我的所有的银行卡被冻结了，房贷中国银行，车位贷浙商银行，全部给我冻结，现在说要等着什么公安给他们发一个解除文书，解除我的银行卡的支付，说怕我再被骗，就是我一毛钱没有追回来，然后给我自己惹了一身的麻烦，就如果说能帮我追回这个钱就追，追不好追不回来就拉倒好吧，不要再整我了，我就太无语了。